個做法咧就係、是A、B 唔好理佢住先，先理 C、D、E、F。咁我就將 C、D、E、F 咧擺咗喺四個位嗰度。咁咧呢四個位佢哋係可以互相換位嘅。咁所以咧係四嘅factorial 啦。OK， 呢四個人可以互相調位嘅。咁跟住咧就係、是、A、B 啦。咁 A、B 咧係佢有機會咧係可以攝喺呢度啦。OK， 攝喺呢度啦，攝喺呢度啦，攝喺呢度啦，或者攝喺呢度嘅。咁即係話咧。在呢五個位裏面 ，OK， 咁佢咧就係、是、有兩個位 ，OK， 就係攝咧阿 A 同阿 B 入去嘅 ，OK， 攝阿 A 同阿 B 入去，咁就喺五個位裏面揀兩個位攝入去 ，OK， 咁、那個問題嚟啦，就係、是、A、B 同埋 B、A 有冇影響咧？即係譬如阿 A 攝咗喺度，阿 B 攝喺度，同埋阿 B 攝喺度，阿 A 攝喺度，係咪唔一樣呢 ？OK， 咁係唔一樣嘅。我哋係會 count 佢係兩個唔同嘅 case 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呢度咧就用 P。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個計法啦。咁啊，自己撳 counter。